一首歌听了你老感动，请你卡一通电话回去给你老爸。一个人在外面坐，那是阮老爸，思绪一杯茶，惊月娘传乎伊某的批，不知想着袂，讲你着不免挂念厝内底，大大细细，爸爸的请咱一家换来的代价，一双手，一双鞋，一步一步看咱经过。爸爸的一生，甲算算咧，嘛毋捌真正享受过。有钱嘛无得买。